is Nanning. Landing quite soon, about 4:40 now.现在呢就到达了冒险县城了啊冒险县城啊冒险县城啊那那么我要给你冒险县城
中国的羌族啊，所以说呢，这里呢有个景点叫中国古羌族，还有我们四，还有我们四川的省委书记都来这里调研。姑娘美如月桑花，小花儿英俊又豁达，就看我在跳舞。来个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几位，好不好？谢谢。至少你和我记得。